今天晚上花了15块钱买了一个 iPhone 4，就是我手上拿这一款，上面还贴了一个这个两把斧头的这个贴纸，应该是一个男生的，这个外壳划痕比较多，这个型号是 A1431，这个型号应该是 iPhone 4或者 iPhone 4S。整体正面的成色还行，就是背面的划痕比较多。15块钱 ，iPhone 4的设计真的非常经典，买回来作为收藏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，非常棒。买回去可以作为一个挂件，或者作为一个装饰画，像我那个这个墙上的这个一样，这个就是 iPhone 4的一个画框。里面放着一个 iPhone 4的一个拆机键，现在 iPhone 4唯一的作用可能就是这个了，放在家里非常的有科技感。这个也可以买回去那个作为一个画框，非常的好。这个在之前可是刚发布的时候可是要6000-7000块钱啊，现在只要15块钱，真的是非常的有性价比，10几块钱买了一个几千块钱的一个东西。那个如果有想要的朋友可以联系我，30块钱包邮，不包好坏。买回去可以拆，把这个部件拆出来，然后裱到画框里面去，非常的 fashion。